我觉得不是心疼，是心寒。啊。昨天我不去干活，我去铲了土，也是按照标准来的嘛。凭什么我脚上有伤就要对我进行批评呢？对吧？我手上起了两个水泡，我还是照样干活。退一步海阔天空了，其实不用太跟他们较真了。退什么？谁要跟他们做表面兄弟啊？我出去看一眼。嗯，你去吧。昨天那次我已经忍他了，暴力真的解决不了问题。事不过三嘛。虽然陈天虽然是真的有缺点，但是这是缺点吗？人就是个废物，装也不搬，躺在床上装病。最后悲伤的是高妈。我就是看到高妈哭，我心里一直在颤，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我会看一眼高妈。都在想什么呀？我的天，又不是电池，一节更比一节强。高妈已经为什么这样，其实就是因为她把所有人都当自己的骨血对待。对啊，我也没在乎过什么，就是高妈。高妈是真对我们好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她当亲妈一样对待啊。